呢一個環球傑出青年音樂家比賽，可以作為我哋呢一個嘅頒獎嘅嘉賓。咁你今次咧作為決賽嘅評審同頒獎，同埋我哋今次表演嘅頒獎嘉賓咧，你嚟到呢個現場有乜感覺咧？其實見到咁多成功嘅學生啊，都攞到咁多獎咧，都好開心咯。咁即係都為佢哋會表示到興奮啊！咁繼續努力，繼續努力，冇錯。咁其實咧喺影片上面啦，咁上次我哋睇片啦，去到現場啦，你覺得參賽者嘅表現係咪都一樣，都係影片一樣咁出色嘅咧？差唔多。係啦，咁證明佢哋就係冇呢個怯場啦。咁有冇啲幾句嘅勉勵嘅説話都可以即係幫到啲年輕嘅音樂家，可以將來同你一樣可以成為咁傑出嘅音樂人咧？呢啲比賽其實對學生都好，都有鼓勵嘅性質啊，令佢哋學琴咧有個目標，咁所以好好鼓勵佢哋，即係將來參加多啲比賽。好，咁我哋都好希望啦，未來姚校長都會繼續去支持我哋協會嘅不同嘅比賽啦。唔該曬姚校長 ，thank you。